你在台湾，你照顾多少人啊？四个人。啊，有没有孩子啊？阿公，他可不可以走路啊？阿公可以走，没有，他是用那个轮椅呀，可以走路跟那个用那个什么拐杖。哦，拐杖，哈哈，你会不会煮菜呀？什么事？你会不会煮菜？Can you cooking？Yes, I can cooking. 哈哈，What do you cook？I'm cooking Chinese food. For example，可以那个，煮那个汤，然后煮菜，然后煮那个鸡肉啊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老板说还可以啊。哈哈哈，好，如果呢有 BB，你中不中意照顾啊？什么事？如果我有 BB，baby，你中不中意照顾啊？我自己的照顾啊。哦，OK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拜谢谢，再拜。见。